喂，讯文，你是 Joey 吗？你好，我是 Joey， 您是哪位？我是 Mario， 我想要出租你的公寓。你们有几个人？我们有两个人，我和我的儿子。这个公寓有两个卧室。好，可以做饭吗？可以做饭。可以养宠物吗？可以养宠物。啊，太好了，住住多少钱？每个月$1,000。我觉得你的公寓很便宜。你想过来看吗？好，明天下午可以吗？我明天不能来，所以我的儿子明天会来。没问题，明天见。再见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住卧室，非常大。这是卫生间。好，要不要付水电费？不用付水电费。太好了。这个是客厅。这个客厅很漂亮。这是厨房。好，我很喜欢你的公寓。我可以现在付钱吗？可以。这是第一个人的房间。谢谢。如果你有问题，请打电话给我。谢谢。谢谢。我很喜欢这里。哪里？哪里？再见。再见。